哎呦，哎哎哎，这是二中队吗？可以呀、啊，照这速度，绝对不会超过三分半啊。几个意思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侥幸而已。不能轻敌，最近二中队肯定没少下功夫。哎哎哎，我说你们啊，没必要那么妄自菲薄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就让他们再练上半年，哎，赶不上咱呀。我说你们这两个臭小子，得过且过吧啊。我说得过且过的可不是咱们呢。怎么了？我看。弄脏了你这。我是。哎哎哎！干什么干什么的？想帮着我？给我好好擦，后边好几天的。过去给他们上上课吧，靠谱。你干嘛呢？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哎哎，擦擦擦擦擦。哎呀，有条划痕擦不掉啊！知道咱们是特警，不知道以前咱们专业干这个。我现在该上几遍浪，我了然于心呐。擦擦擦！哎呀，不要伤及无辜行吗？擦，天天就擦擦擦。哟哟，怎么了？擦干净了吗？啊，怎么了？玩的挺开心的。擦干净了吗？你看看，水都这么清，啊？山羊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训练科目，对吧？这三颗豆的老菜鸟就是和别人不一样，话真多。让我来告诉你们，今天是龙头交代的任务，就是让你们来擦这个登高突击车啊。哎，情绪高涨点啊，让你们擦车。就是让你们了解这个登高突击车。哎呀，我看你们这一个个的这个态度很不端正啊！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上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脏呢？是吗？你看看。哎呀，真是的。看看，擦个车都擦不干净。我们是来当突击队员的，不是来当洗车工的。刚才在说什么？我看你长得就像洗车工。不要以为龙头夸你们几句，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这还没让你们给老队员洗内裤、洗袜子呢。不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的情绪很高涨啊。告诉你们，好好的擦车啊，不然晚上没有饭吃。擦吧，啊，晚上食堂吃大餐。洗袜子，洗内裤，哈！哎呀，我这暴脾气啊！这大牌，来，我们不能再犹豫了。我真想一手一个卡不死两刨坑蚂蚁了哟！这样不好吧？你说宁死不屈啊！敢憋死我了！行了，有完没完？老同志说两句就说两句吧，有情绪都别挂脸上啊。
哎妈，气死我了！你看你这觉悟呀，哪边儿？从话又说回来，我觉得偶尔跟老同志开开玩笑，倒也没什么。来开一个呗。一、二、三。立正，向后转。开始。茄子。哎呀，今天呐，小杨啊，这下你过瘾了吧？让你放狗咬我们，咬我。现在知道这三颗豆不是吃素的吧？不是我们非要这样的，是你们非要逼我们，我们才这样的。向老同志学习，向老同志致敬。哎呀哎呀，向阳兄，你也有今天呢。说我长得像洗车工，你见过这么美的洗车工吗？知道说什么了吧？啊！不要拿洗车布塞嘴好不好？反了！还记住？反！哎呀，弄坏我的蝴蝶结了。你不觉得他戴上这个特别能凸显他的气质吗？现在谁更像洗车工啊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位老前辈越看越像个明星呢？啥明星啊？这大蝴蝶结，这不 Hello Kitty 吗？Hello Kitty 羊 ，Hello Kitty 羊。好了，别以为你是老教官，我们就会对你手下留情。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打你个满脸花，你更丢人。你就从了我们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对待老同志尊重点啊。对不起啊，我虽然是他们的队长，但是我真不敢保证，他们万一急眼了，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，我可没办法啊。这小子一个全部死脸，偷他妈哟！配合一下吧，啊。还叫不叫了？教会了徒弟，害死了师傅。闭嘴！又乱了，带好。哎，说，说吧。龙头，我是山羊，有情况向你汇报。怎么了，山羊？小虎队。小虎队执意了。Yes！ 哈！起义！生擒啊！谁的主意？报告，是我。到底是谁干的？报告，这我是队长，我下的命令，我负责。报告，这件事情不能让沈鸿飞一个人负责。
报告，要死一起死。对，要死一起死。报告龙大队长，刚才我们进行了一场自发性的小规模的实战演练，以此证明小虎队有实力，有能力执行比擦车更艰巨的任务。在这儿，我们向三位老同志的配合表示感谢。搬变向左转，进立，立命。搬变向右转，义正言辞，大义凛然啊！用了多长时间？啊！你们用了多长时间把他们几个人制服的？报告，五分钟以内。谁最难对付？报告，猎奇。因为刚开始我们没找到对付猎奇的方法。后来是俺拿了个水桶扣在他头上了。对。听到了吗，你们三个？把车洗干净，然后到办公室找我。王总，你不处分我们了？对呀，这不是你的风格啊。你不处罚我们了？你们几个人用了五分钟的时间，生擒了我手下最训练有素的三个老特警，还有一只经过专业训练的功勋警犬。我很惊喜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。一会儿把咱们三个放了，无敌杨震寒风，到，每个人负重5公里。猎奇，晚上零食扣了。不开心啊？欢呼吧，好事吗？耶！走走别！